今天有发动哎、欸，说什么？说你的射箭有空放。他今天没有不喜欢我。对，他今天没有不喜欢你，他今天特别喜欢你。哎，哇，那发动的感觉就不一样，你知道吗？然后那发动那个力量就是有 ，power 都来了。你要看手相哦。对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眼中缺我。你是不是都这样乱撩人？怎么样，土吗？土是不土啦，只是在是不是你对很多人都讲过而已啦。对很多人讲过，这可不行。哇塞，很纯情呢、欸。很纯情哎、欸，很有高中学长那种感觉哎、欸。哎，结果居然意外是纯情男配那个海女。那你有没有很讨厌异性的某些行为？然后我不喜欢人家吃饭不把嘴巴闭起来咬。我的意思是说，好比说不太熟的，或是说可能也没什么好感的人靠近你，或是触碰你。可是不会有人突然就触碰你了，是性骚扰那种摸屁股？当然不是啊，就可能这样碰你、抓你之类的。好，还好，这样还好。我是从美国来，大家都是这样的啊，是很正常吧？两个人没有在一个频道哦，他都不正面回答、哦。真的有真心在聊天吗？因为易凯就是要问出来说，我有碰你了，是不是代表什么？但是他都没有正面回答。你字很漂亮，你的字也很漂亮。我字很丑，我的字很丑的。爱是盲目的，什么都漂亮。你知道，古时候有一句谚语叫做“不违背啊，我们的画面”。有一句也叫“情人眼里出西施”。你在说我很丑吗？算了，我不认识，没关系。西施是很漂亮的意思啊。西施是那个时候的美女。我知道。这背景挺美的。去哪里？我在外面看，完全不怕、欸，他就这样走出来。不喜欢太多人啊。哦。猫都这样。
吃不吃？咬一大口啊！这个大口就蛮厉害。我靠！我以为你说我脸上有东西。哦哦，怎么说？什么意思？我刚才说你什么意思？我要干嘛？我以为你说，哎，你脸上有东西，然后我就好。哦，我是说什么东西？哇，看不出来哎，还是一团雾哦。因为刚刚凯琳跟易凯的约会的时候，觉得好像没希望，可是后面凯琳又突然……对啊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会变来变去的？是水一般的女子，我们摸不透哎。我摸不透，就是有点完蛋。哎 ，OK 啊，完蛋啊 ，OK 啊，到底是怎样？我们这一整季全部都被凯琳玩弄于股掌之间，他连我们都玩哎。对啊，我看不懂哎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Sandy 吴莎如，萌宠明星出来玩恋爱季现正热映中。想知道萌宠要怎么样助攻主子们的恋爱吗？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就不会错过恋爱大小事喽。